私は若いラララ、明日の夢を追いかけて口笛吹いて歩こうよ、燃える緑の若草にほら幸せが止まってる、分けてあげたいあなたにも、私が幸せ見つけ、在转眼之间就来临了，镇上居民的服装也已经完全地换上冬装，大家都做好准备要开始迎接漫长的冬季。原本一片青翠的草原和油绿的森林也都随着冷冽寒风的吹袭而变成一片光秃秃的景象。艾妮的遗书，虽然大自然的景色越来越萧条，但是因为妈妈回来了，所以贝斯的病也快要痊愈了，她也恢复了之前的活泼与生气。都躺在床上两个星期了，真无聊，好想早点弹钢琴哦。还有到外头去尽情的玩耍。客厅和大家一起聊天，那一定会很快乐的。你觉得我会康复吗？我的脸还是这个样子，要怎么出去呢？真讨厌呢。啊，我的脸还是这么糟糕，真是讨厌。啊，请进。哎，你怎么没有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呢？这样是不行的哦。啊，妈妈，我想下床了耶。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脸上的斑点还没消啊。哦，只要再忍耐一会儿就好了。嗯，妈，我好想见艾米哦。等你好了以后再说吧。如果还没有好就不能见她吗？为什么吗？你乖，好好躺着。哦。乔，早安。早，萝莉，你怎么拉琴这么早？嗯，贝斯的情况怎么样了？谢谢你，还不错，一直吵着要下床呢。对了，艾米的情况怎么样？她还乖吧？她好像很想回家来呀。嗯，我想也是，其实我也很想去见她。艾米小姐，艾米小姐，什么事啊？艾斯特，怎么了？你来看看这些东西啊。哇，好漂亮哦，好美哦。艾米小姐，如果夫人在遗书中把其中一样送给你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嗯，这个吗？我其实是最喜欢钻石了，可是这里面并没有钻石的项链，那我选这个好了。哎呀，我也是认为那个最漂亮了，可是这个并不是首饰哦，艾米小姐，这是天主教徒在膜拜圣母玛利亚用的十字架。艾斯特，如果只是如果玛姬伯母去世的话，那这些宝石怎么办呢？她有什么打算吗？她呀会送给艾米小姐跟其他的小姐啊。夫人的遗书是这么交代的。啊，伯母她的遗书？对呀，我还以遗书见证人的身份在遗嘱上面签了名呢。艾斯特，遗书这种东西是任何人都可以写的吗？
像太太这么有钱，她拥有很多财产的人，都会先把遗书给写好的。哦，这样啊。你还有什么疑问吗？艾米、艾斯特，你们还没打扫完呢。啊，是，马上就好了。做事总是慢吞吞的。艾米不会慢吞吞，很可爱。少啰嗦，闭嘴，欧姆。真是的，哎呀。如果那些宝石现在就可以拿到，那该多好。现在还太早了。不过艾米小姐回去的时候，我想应该可以拿到一个玉石的戒指哦。啊，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因为夫人呐，对于艾米小姐非常的疼爱喜欢呢。哇，好高兴啊。啊，那乔他呢？说实在的，我很难说出口啊。乔小姐因为太外向了，所以夫人对她有点头疼啊。哦，这样啊。哦，感冒了吗？没有，真是怪了。对了，虽然我也很想去看一看艾米，可是现在三人份的工作全部都由我一个人来做，所以实在忙得走不开。这样子啊。可是没关系，我会代替你向艾米问好的。你要去看贝斯吗？我想艾米她一定问我贝斯现在的情况的。啊，请进。贝斯，罗伊来了。早安啊。贝斯，你身体怎么样了？已经不要紧了，真想早点下床呢。你现在还不可以下床的，因为你差一点就得了肺炎呢。哦，真的啊，乔？是真的。啊，看样子比我想的还严重呢。你现在才知道啊？我真的会痊愈吗？那是当然的喽。你在说什么傻话，贝斯？不要乱想了。可是。我的身体并不像乔那么的健康，或许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不会长寿了。贝斯，你在胡说的话，我要生气了。乔，你不要生气，我知道了。可是我昨天半夜突然醒来，我想到如果我真的就这样子死去了的话，罗伦斯爷爷送给我的钢琴要给马哥，我的衣服要给艾咪，而这个娃娃就给乔，因为我想乔为了怀念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娃娃。后来我想到要留什么给萝莉和爷爷时，我所拥有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恐怕也只剩下头发可以给他们了。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很难过，我一个人哭了好久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贝斯，你绝对不可能会死的，我们绝对不会让你死的，你不要乱说。贝斯，你不要想这些无聊的事了，好好睡一觉吧。对啊，真的，那我希望早点康复。你一定会康复的。打扰你们了，罗伦斯先生。贝斯的情况怎么样了？啊，他的烧已经完全退了，只要再把身体调养好就行了。可是啊，这丫头精神一好就吵着要下床，急着想出去玩呢，真是拿她没办法。看这个情形，应该不用担心了。啊，爷爷，你早啊。哦，早啊，萝莉，原来你也来了。是。妈妈，我现在要出门去了，跟萝莉一起到马奇伯母家去一趟。也对。我们不能就这样一直把艾米丢在那儿啊。啊，对了，你替我转告马奇伯母医生，妈妈最近会去拜访他。我知道了，那我出去咯。我们先走了。那么我也去探望一下贝斯好了。那就麻烦您了，我想贝斯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好多烟啊，好多烟。
是乔尔。乔尔，艾米，乔尔，你是来看我的，谢谢你，我好想你哦。乔尔，我好想见你。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吧？嗯，我在这里很好。对了，贝斯已经不要紧了吧？对了，妈妈还好吗？贝斯他已经没事了，妈妈他也很好，你放心好了。太好了。乔，乔瑟芬，你既然来了，不会先来跟我打声招呼吧？乔，你犯错，你不对。哎呀，糟糕了。那我先去跟伯母打声招呼。罗莉，谢谢你特地来看我。我也很高兴来看你啊。待会儿啊，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愿意听我说吗？没问题，但是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啊？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啊，我明白了。我听说你整夜不眠不休的照顾贝斯啊，我非常的感动。可是你的规矩方面还是一点都没变呢。一点都没变，一点都。吵死了，给我闭嘴。哎，你母亲也真是的，就这样把艾米丢在我这儿，回来了也不会来跟我打声招呼，一点礼貌都没有，也不知道她心里头到底是怎么想的。对了，伯母，妈妈托我转告您，说她最近会来拜访您的。你现在才说，未免太迟了吧，真是的。哎，真是非常抱歉。的确应该道歉。这里是，这是艾斯特特地为我准备的哦，我每天都在这个地方为了贝斯而祈祷呢，你知道吗？艾米，你真了不起，每天都来祈祷啊。是啊，因为我不能待在贝斯的身边照顾他，所以我决定每天为他向神明祈祷。原来是这样子啊。啊，对了，你说重要的事情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遗书，艾米马奇，我正式决定把我所有的物品按照以下的方式分配。艾米，这个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写的吗？是啊，可是艾斯特他又教我一点点了，上面啊有写到罗莉呢。哦，有我啊。没错，爸爸妈妈和马哥，还有乔，还有贝斯、罗伦斯爷爷，还有哈娜呢。而且我希望罗莉你能够当我的见证人哦。哎，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些事情呢？因为我听到艾斯特讲了有关于伯母写遗书的事，所以。啊哈，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啊你是听说贝斯要翻他的纪念品才。哦，贝斯他那么严重，他真的那么严重吗？哦，不，不是那样子的啦。贝斯他只是想万一的时候他该怎么办而已啦。那贝斯他说了什么？钢琴要给马哥，喜欢的娃娃要给乔，全部的衣服都要给你，而且贝斯他还说要把他的头发留给爷爷跟我呢。不过贝斯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写遗书呢。贝斯连这种事都想过了，因为他之前发烧得很厉害啊。贝斯，我好想见你。你放心啦，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对呀，他病已经好了。对了，你愿意帮我在遗书上面签名吗？当我的见证人。啊，可以啊。还有一个人，我打算拜托乔。艾米，姐妹是不可以的哦。啊，这样子啊，我完全不知道哎，怎么办？啊，对了，艾米，你有没有写信给你妈妈呢？哎，我早就写好了，我写了好多呢。乔，嗯，关于布鲁斯老师，我有点事想跟你谈。是跟马哥有关吧？嗯，可是你不能像之前那个晚上说那种话哦。嗯，好的妈，我答应你就是了。马哥对于约翰的事什么都没提吗？
是谁啊？就是指布鲁斯老师啊，在医院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叫他的呢。啊，这么说的话，妈，你是支持他们两个在一起了？太过分了。你也用不着那么气愤呐、啊、瞧，约翰他对于照顾爸爸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呢，而且呢他也很诚实地对爸爸妈妈说出他很喜欢马哥的事情，但是这对约翰来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么你们是怎么回答他的？我回答他，因为马哥年纪还太小，所以没有办法同意让他现在结婚。啊，太好了！我想布鲁斯老师他现在一定非常的沮丧吧，是不是啊，妈？不会啊。这是为什么呢？马哥目前似乎还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是很喜欢约翰的，但我想终有一天他会发现这个事实的，对于这一点妈倒是不担心。啊，什么？怎么会这样呢？你们好。啊，是萝莉。我帮艾米带了一封信回来给你们看哦。谢谢你，萝莉，快点拿来给我看。伯母。妈妈，还有姐姐，你们大家都好吗？艾米非常努力，希望能成为像伯母和艾斯特那样的淑女。和亲爱的家人分开，虽然有点寂寞，但是想到不只是为我，也是为了全家人好，我愿意忍耐，可是还是真的很想回家。来，贝斯，小心点哦。贝斯小姐，小心点啊。来，快点坐下吧。重新回到楼下的感觉真是太好了，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美丽。哈娜，谢谢你。别客气，贝斯小姐，能看你恢复健康我真是高兴，我一直好担心呢。能看到太阳的光线以及你们大家，这真是太好了。哇，好漂亮的花哦。贝斯，这是罗伦斯爷爷为了庆祝你身体完全康复特地送来的花。我真希望能够早一点去找罗伦斯爷爷弹钢琴给他听呢。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各位？嗯。快过来，小咪，快来呀、妈妈呢？妈妈到伯母家去接艾咪了。啊，艾咪今天会回来吗？对呀，因为你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所以妈妈立刻去接她啦。啊，这真是太棒了，好高兴啊。妈妈，我告诉你哦，只要我有难过或者是悲伤的事情，就会到这里来祈祷的。是吗？那很好啊，艾咪，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很多难过跟悲伤的事情，但是只要向神明祈祷，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我相信任何的困难你都能够一一克服的。是啊，我回到家以后也打算在大书桌子上面放上圣经和赞美诗，继续维持祈祷的习惯。这个是伯母送给我的。伯母说因为我是一个乖孩子，妈妈，我想把这个戒指一直戴在我的手上，可不可以？妈妈，的确是非常漂亮，但我想这对你来说还太早了吧。你放心，我一定会注意不让自己产生虚荣心的。为了不忘记某件事情，我想要一直戴着。是为了不忘记伯母吗？不是，我是想不要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针对自己的缺点思考了很多，贝斯他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所以他得到大家的喜爱。在他生病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的为他担心，希望他的病快点好起来。如果是我的话，或许我就得不到像贝斯那样一半的关心了。所以从今以后，我一定会注意不要随便向别人发脾气。对以前的事情，妈妈，请你原谅我。妈妈，
艾米，你真的长大了，妈妈好高兴哦。妈妈，艾米她还没有回来吗？我想应该快要到家了。贝斯，艾米现在变成乖孩子喽，整个人脱胎换骨。哎，真的？这是真的哦，你一定会吓一大跳的。我回来了，他们回来了啊！贝斯，我回来了，我回来了！啊，艾米，贝斯，艾米，我好想见你哦，贝斯。我也是，对不起，为了我让你不能住在家里面。没有关系，你不用介意。艾米小姐，欢迎回家呀！哈娜，有信哦。啊，有信呢。是谁寄来的？是爸爸写来的。你们仔细听好，爸爸的健康一天比一天好，现在已经可以下床了。如果说爸爸能够一直保持这种恢复状况的话，等明年过年就可以见到你们了。也就是说，爸爸他要回家了。主啊，真是太感谢您了，谢谢。分开生活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四姐妹终于又聚在一块了，而亲爱的爸爸在明年初也将回到这个温暖的家。来，贝斯，艾妮，我准备在这里吃饭了，还多吃一点哦。这些都不是我做的，所以我想一定很好吃。圣诞节马上就要到了，在大家的心中仿佛都燃起了那把温暖的希望之火。这里是，这是艾斯特特地为我准备的哦，我每天都在这个地方为了贝斯而祈祷呢，你知道吗？艾米，你真了不起，每天都来祈祷啊。是啊，因为我不能待在贝斯的身边照顾他，所以我决定每天为他向神明祈祷。原来是这样子啊。啊，对了，你说重要的事情是，我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个。遗书，艾米马奇，我正式决定把我所有的物品按照以下的方式分配。艾米，这个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写的吗？是啊，可是艾斯特他又教我一点点了，上面啊有写到萝莉呢。哦，有我啊。没错，爸爸妈妈和马哥，还有乔，还有贝斯、罗伦斯爷爷，还有哈娜呢。而且我希望萝莉你能够当我的见证人哦。哎，为什么你会想到这些事情呢？因为我听到艾斯特讲了有关于伯母写遗书的事，所以。啊哈，原来如此啊！我还以为啊，你是听说贝斯要翻他的纪念品才。哦，贝斯他那么严重，他真的那么严重吗？哦，不，不是那样子的啦。贝斯他只是想万一的时候他该怎么办而已啦。那贝斯他说了什么？钢琴要给马哥，喜欢的娃娃要给乔，全部的衣服都要给你，而且贝斯他还说要把他的头发留给爷爷跟我呢。不过贝斯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写遗书呢。贝斯连这种事都想过了，因为他之前发烧得很厉害啊。贝斯，我好想见你。你放心啦，你马上就能见到他了。对呀，他病已经好了。对了，
你愿意帮我在遗书上面签名吗？当我的见证人啊。可以啊。还有一个人我打算拜托乔。艾米，姐妹是不可以的哦。啊，这样子啊，我完全不知道哎，怎么办啊。对了，艾米，你有没有写信给你妈妈呢？哎，我早就写好了，我写了好多呢。乔，嗯，关于布鲁斯老师，我有点事想跟你谈。是跟马哥有关呗？嗯，可是你不能像之前那个晚上说那种话。嗯，好的妈，我答应你就是了。马哥对于约翰的事什么都没提吗？约翰，他是谁啊？哦，就是指布鲁斯老师啊，在医院的时候我们都是这么叫他的呢。啊，这么说的话，妈，你是支持他们两个在一起了？太过分了。你也用不着那么气愤呐，乔，约翰他对于照顾爸爸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心力呢，而且呢，他也很诚实的对爸爸妈妈说出他很喜欢马哥的事情，但是这对约翰来说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那么你们是怎么回答他的？我回答他，因为马哥年纪还太小，所以没有办法同意让他现在结婚。啊，太好了，我想布鲁斯老师他现在一定非常的沮丧吧，是不是啊妈？不会啊。这是为什么呢？马哥目前似乎还没有发现自己其实是很喜欢约翰的，但我想终有一天他会发现这个事实的，对于这一点妈倒是不担心。啊，什么？怎么会这样呢？你们好。啊，是罗莉。我帮艾米带了一封信回来给你们看哦。谢谢你，罗莉，快点拿来给我看。伯母。妈妈，还有姐姐，你们大家都好吗？艾米非常努力，希望能成为像伯母和艾斯特那样的淑女。和亲爱的家人分开，虽然有点寂寞，但是想到不只是为我，也是为了全家人好，我愿意忍耐，可是还是真的很想回家。来，贝斯，小心点哦。贝斯小姐，小心点啊。来，快点坐下吧。重新回到楼下的感觉真是太好了，这一切看起来是那么的美丽。哈娜，谢谢你。别客气，贝斯小姐，能看你恢复健康我真是高兴，我一直好担心呢。能看到太阳的光线以及你们大家，这真是太好了。哇，好漂亮的花哦。贝斯，这是罗伦斯爷爷为了庆祝你身体完全康复特地送来的花。我真希望能够早一点去找罗伦斯爷爷弹钢琴给他听呢。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各位？嗯。快过来，小咪，快来呀。妈妈呢？妈妈到伯母家去接艾米了。啊，艾米今天会回来吗？对呀，因为你身体已经完全康复了，所以妈妈立刻去接她啦。啊，这真是太棒了，好高兴啊。妈妈，我告诉你哦，只要我有难过或者是悲伤的事情，就会到这里来祈祷的。是吗？那很好啊，艾米，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很多难过跟悲伤的事情，但是只要向神明祈祷，然后再加上自己的努力，我相信任何的困难你都能够一一克服的。是啊，我回到家以后也打算在大书桌子上面放上圣经和赞美诗，继续维持祈祷的习惯。这个是伯母送给我的。伯母说因为我是一个乖孩子，妈妈，我想
把这个戒指一直戴在我的手上，可不可以，妈妈？的确是非常漂亮，但我想着对你来说还太早了吧。你放心，我一定会注意不让自己产生虚荣心的。为了不忘记某件事情，我想要一直戴着。是为了不忘记伯母吗？不是，我是想不要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针对自己的缺点思考了很多，贝斯他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所以他得到大家的喜爱。在他生病的时候，大家都会非常的为他担心，希望他的病快点好起来。如果是我的话，或许我就得不到像贝斯那样一半的关心了。所以，小姐，艾米小姐，什么事啊，艾斯特？怎么了？你来看看这些东西啊。哇，好漂亮哦，好美哟、哦！艾米小姐，如果夫人在遗书中把其中一样送给你的话，你会选哪一个呢？这个吗？我其实是最喜欢钻石了，可是这里面并没有钻石的项链，那我选这个好了。哎呀，我也是认为那个最漂亮了。可是这个并不是首饰哦，艾米小姐，这是天主教徒在膜拜圣母玛利亚用的十字架。艾斯特，如果只是如果玛姬伯母去世的话，那这些宝石怎么办呢？她有什么打算吗？她呀会送给艾米小姐跟其他的小姐啊。夫人的遗书是这么交代的。对呀，我还以遗书见证人的身份在遗嘱上面签了名呢。艾斯特，遗书这种东西是任何人都可以写的吗？像太太这么有钱，她拥有很多财产的人都会先把遗书给写好的。哦，这样啊。你还有什么疑问吗？艾米，艾斯特，你们还没打扫完呢。啊，是，马上就好了。做事总是慢吞吞的。艾米不会慢吞吞，很可爱。少啰嗦，闭嘴，欧姆。真是的，哎呀。如果那些宝石现在就可以拿到，那该多好。现在还太早了，不过艾米小姐回去的时候，我想应该可以拿到一个玉石的戒指哦。啊，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因为夫人呐、啊、对于艾米小姐非常的疼爱喜欢呢、啊。哇，好高兴啊。啊，那乔他呢？说实在的，我很难说出口啊。乔小姐因为太外向了，所以夫人对她有点头疼啊。哦，这样啊。感冒了吗？没有，真是怪了。对了，虽然我也很想去看一看艾米，可是现在三人份的工作全部都由我一个人来做，所以实在忙得走不开。这样子啊。可是没关系，我会代替你向艾米问好的。你要去看贝斯吗？我想艾米她一定问我贝斯现在的情况的。啊，请进。贝斯，罗莉来了。早安啊，贝斯，你身体怎么样了？已经不要紧了，真想早点下床呢。你现在还不可以下床的，因为你差一点就得了肺炎呢。哦，真的啊，乔？是真的。看样子比我想的还严重呢。你现在才知道啊？我真的会痊愈吗？那是当然的了，你在说什么傻话，贝斯，不要乱想了。可是我的身体并不像乔那么的健康，或许我出生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不会长寿了。贝斯，你在胡说的话，我要生气了。乔，你不要生气，我知道了。可是我昨天半夜突然醒来，我想到如果
空が青い、雲が白い、私は若いララルーラ。明日の夢を追いかけて、口笛吹いて歩こうよ。燃える緑の若草に、ほら幸せが止まってる。分けてあげたい、あなたにも。私が幸せ見つけ。在转眼之间就来临了，镇上居民的服装也已经完全地换上冬装，大家都做好准备，要开始迎接漫长的冬季。原本一片青翠的草原和油绿的森林，也都随着冷冽寒风的吹袭而变成一片光秃秃的景象。艾米的遗书。虽然大自然的景色越来越萧条，但是因为妈妈回来了，所以贝斯的病也快要痊愈了，她也恢复了之前的活泼与生气。都躺在床上两个星期了，真无聊，好想早点弹钢琴哦。还有到外头去尽情的玩耍。客厅和大家一起聊天，那一定会很快乐的。你觉得我会康复吗？我的脸还是这个样子，要怎么出去呢？真讨厌呢。啊，我的脸还是这么糟糕，真是讨厌。啊，请进。哎，你怎么没有躺在床上好好休息呢？这样是不行的哦。啊，妈妈，我想下床了耶。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脸上的斑点还没消啊。哦，只要再忍耐一会儿就好了。嗯，妈，我好想见艾米哦。等你好了以后再说吧。如果还没有好就不能见她吗？为什么吗？你乖，好好躺着。哦。乔，早安。早啊，萝莉，你怎么拉琴这么早？嗯，贝斯的情况怎么样了？谢谢你，还不错，一直吵着要下床呢。对了，艾米的情况怎么样？她还乖吧？她好像很想回家来呀。嗯，我想也是。其实我也很想去见她。艾米，我真的就这样子死去了的话，罗伦斯爷爷送给我的钢琴要给马哥，我的衣服要给艾咪，而这个娃娃就给乔，因为我想乔为了怀念我一定会好好珍惜这娃娃。后来我想到要留什么给萝莉和爷爷时，我所拥有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恐怕也只剩下头发可以给他们了。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很难过，我一个人哭了好久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贝斯，你绝对不可能会死的，我们绝对不会让你死的，你不要乱说。贝斯，你不要想这些无聊的事了，好好睡一觉吧。对啊，真的，那我希望早点康复。你一定会康复的。打扰你们了，罗伦斯先生。贝斯的情况怎么样了？哦，他的烧已经完全退了，只要再把身体调养好就行了，
可是啊，这丫头精神一好就吵着要下床，急着想出去玩呢，真是拿她没办法。看这个情形应该不用担心了。啊，爷爷你早啊。哦，早啊，萝莉，原来你也来了。是。妈妈，我现在要出门去了，跟萝莉一起到马奇伯母家去一趟。也对，我们不能就这样一直把艾米丢在那儿啊。啊，对了，你替我转告马奇伯母医生，妈妈最近会去拜访他。我知道了，那我出去喽。我们先走了。那么我也去探望一下贝斯好了。那就麻烦您了，我想贝斯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好多年啊，好多年啊，是乔儿。啊，乔儿，艾米，乔，你是来看我的，谢谢你，我好想你哦。乔，我好想见你。你在这里过得还好吧？嗯，我在这里很好。对了，贝斯已经不要紧了吧？对了，妈妈还好吗？贝斯他已经没事了，妈妈他也很好，你放心好了。太好了。乔，乔瑟芬，你既然来了，不会先来跟我打声招呼吧？乔，你犯错，你不对。哎呀，糟糕了。那我先去跟伯母打声招呼。萝莉，谢谢你特地来看我。我也很高兴来看你啊。待会儿啊，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愿意听我说吗？没问题，但是重要的事是什么事啊？是件非常重要的事。哦，我明白了。我听说你整夜不眠不休的照顾贝斯啊，我非常的感动。可是你的规矩方面还是一点都没变呢。一点都没变，一点都。吵死了，给我闭嘴。哎，你母亲也真是的，就这样把艾米丢在我这儿，回来了也不会来跟我打声招呼，一点礼貌都没有，也不知道他心里头到底是怎么想的。对了，伯母，妈妈托我转告您，说他最近会来拜访您的。你现在才说，未免太迟了吧？真是的，真是非常抱歉。的确应该道歉。